还没飞出来，你不会看花眼了吧？上大夫交代的事情我敢看花眼，可这干等着也没个结果呀。娘娘，迎娘娘求见。娘娘请。姐姐，妹妹正想去看你呢，没想到你却来了。妹妹，今日姐姐是特地过来看望你的。婷童，你先下去吧。喂。妹妹，你的鸽子在何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姐姐是什么人？妹妹便是什么人？你不是齐国人吗？你是秦国人，民女乐莹叩见公主。你这份作战书是从哪里来的？公主，现在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，乐莹以后会一五一十地禀报给公主。不瞒您说，这份情报极其重要，务必要今天传出去。此事关乎秦国的存亡，还请公主以大局为重。公主，消息若是不能及时送到咸阳，只怕秦国危在旦夕啊。不行，咸阳都不顾我的生死了，我还管那么多做什么？公主，月银知道这是公主的气话，月银本想着瞒着公主，怕惊扰了公主，可是事到如今，除了公主再也没有人能救秦国。月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百姓，尚且想着秦国的生死存亡，公主贵为大王的堂妹，怎可忍心看着秦国被六国铁蹄践踏？公主，秦国是存是亡全在您的一念之间呢。